这个给你。嗯，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手环吗？嗯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谢谢念念，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。二哥哥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爸爸，弟弟可以联系仙启之力了吗？还不行。但是比上次进步很多了，哥，你看着，我一定会成为仙启的。好，可是那也得先联系到仙启之力才行啊。各色的乌鸦，沿途开出满株沙花山，鹅在分叉，风里撕开那道伤疤，冰火浇着仇恨的喧哗，只要世界没崩塌，就继续挣扎。我们就是这策划，眼泪随之蒸发，透明结成花，这奇迹的状态的花拨开解答，闯雨雪江蜿蜒着世间无尽浩荡变迁，带破结雪滚烫着痛脉相连，怎么能圆灭？当残忍的告别把命运也更迭，像回忆的流年有细数悲欢缘，让开弓的心间去射落那用曙光觉醒出明天。采薇，你找我？哥，你就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吗？想不到师父会是一个仙姬。这件事情你原本就是知道的吧？有一些事情，我本来打算隐瞒一辈子的，不过事到如今，也瞒不下去了。我会把我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仙启司历史久远，传说千百年来，联盟中的仙启都用自己的异能暗中维护着世界的稳定。直到十年前，当时云石这种奇特的矿物被人们发现，其中包含的神奇能量被广泛地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仙启司也对这种能量进行了研究。他们发现云石中的能量和仙启所具有的异能非常相似，于是有一个仙启提出了一个运用云石增强自己异能的计划。这个计划的初期研究十分顺利，可是最终应用到仙启身上的时候，却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，计划陷入停滞。大多数的仙启都放弃了用云石能量强化自身的想法，除了那个提出计划的仙启。他提出要完成这项计划需要重新设计实验，用觉醒了仙启之力的孩子来进行实验。很多仙启都强烈反对，我们的父母也在其中，可是最终提出计划的仙启发动了一系列清除异己的行动。我们的父母在那个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。彻底掌控仙启司之后，那个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，
方面他的实验就是李氏集团。李尊元？当时情况危险，李尊元以及他的手下一直在追杀我们。你因为迟迟没有觉醒仙气之力，完全没有自保的能力，所以没有和我们一起出逃，而是封印了记忆之后拜托父亲的好友岳鹤鸣照顾。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消化我说的这些信息需要时间。今天你先休息吧，明天我再来找你。喂，我们是云城日报。什么？百乐门？好的。俊天哥，俊天哥，你看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特别香，快尝尝。俊天哥，我相信岳伯伯会没事的，你别难过了好不好？啊，可以聊一聊吗？昨天晚上我哥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真巧啊，我哥也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看来我们小时候应该是认识的。也许吧，我却完全不记得。不光是这些，就连我的父母我也想不起来。那以前你哥哥是怎么和你解释的？他说是车祸让我失忆了。我是家里着火。哎，一夜之间师父哥哥都有了隐藏的身份，连我自己也是，真像是个噩梦呢。是啊，如果只是一个噩梦就好了。放心，梅英姐会想办法救出岳伯伯的。岳老板，千万不要出事啊。岳主编，您这样的态度可不太妙。您的儿子正处在危险之中，我们是想保护他。您这样不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让我觉得很难办呢。算了，本来我也不擅长做这种和别人沟通的事情，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办才行。希望您不要再这样固执下去，这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哎，你看看那是谁？怎么是你？云城的仙气司究竟藏在哪里？
局长，李氏集团的人来了。明白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是。局长，局长好，可以开始了吗？随时可以。那就让我看看吧，李尊元说的新时代。李氏集团真不愧是咱们云城的科技先锋啊！就是啊，云谢人，保卫者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向您致敬，局长先生。向我敬礼的家伙已经够多了，不缺这三个。我缺少的是能够对抗那些无法无天的仙起司的力量。让我们略过这些小把戏，直接开始吧。如您所愿。最新的研究成果，如您所见，在灵活性上，它几乎可以媲美真正的人类。但是同时，它还具备着远超人类的力量、耐力以及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力。武器方面，配备了能够轻易切割钢铁的合金刀刃以及电磁拳套。对手是传说中的仙起，他也能够轻松地获胜。这么说，你们的云谢人和真正的仙起司交过手？那倒没有，不过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血肉之躯在云谢人面前不堪一击。很好。他还是不肯配合吗？哼，那就先晾几天吧。干爹找你，应该是有新的任务安排。邵小姐，请跟我来。总裁，梅姨，你又瘦了。
百乐门很忙吗？多谢总裁体恤。这些年你在百乐门一直在帮我盯着那些反叛者的动向，你做得很好。听说江心回云城了？我的先人在修理厂附近见过他，但是跟丢了。百乐门没有一点线索吗？目前还没有。相信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放一下吧，里边请。采薇，九叔。啊，进来坐。采薇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啊？九叔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说吧，九叔能办到的一定帮你。采薇想请九叔教我运用仙起之力。哦，这件事阴阳坛。这件事我不想让哥哥知道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采薇。九叔，我知道江心哥哥、美英姐姐你们在做一件大事，我想能够和你们并肩战斗。坊间传言李氏集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实验室，扫码关注官方微信获取秘密爆料，还有神秘福利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心，本期是新爵非诚勿扰美少女专场。这次的冒险是在俊天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的。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本期特邀的四位女嘉宾。武力值超高的呆萌念念，古灵精怪的小丁，纤细柔美的采薇，还有亮绝百乐门的美音姐。下面给大家播放一段 VCR，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四位女嘉宾的特点。但同样美貌的他们，哪一个是你的最爱？如果每道窗被折翼的翅膀，也曾把逆风穿越云浪，涅槃烛火光，这一载中历史的宿命，这阵亡交织的悲壮，每一步都是战场。如果是我所逼，前路有何距离上荒唐，像是星光，谁把梦照亮？成长无风浪，怎么叫少年郎？所谓往事鸦雀无声，新娘不可当。烈火中刺眼的伤痕，变锋芒，交错的力量，燃烧出血气方刚。天涯到故乡，倾尽所有来归港。你我肝胆相望，关卡殊途。越无情，才越是懂你。这年那故事的名节，未知的雨，沉寂的烈焰的血迹，狂雨。
心，这叫